我们看这题， 他说一个长方体， 长宽高分别是几？ ABC。 他说若A加2B加2C等于12， 求长方体的最大体积是多少？ 这是什么意思？ 他告诉我长宽高的条件， 对不对？ 他告诉我这长宽高有什么特性？ A加2B 加2C等于几？ 12。 求最大体积， 体积是几？ 长乘宽乘高。 所以说也就是求多少？ A乘B乘C是什么值？ 最大值是小了。那这里怎么算？来，不用客气哦，你观察一下这里什么条件，题目给我相加求相乘，这样行不行？给相加求相乘，麻烦有什么事？算几不等式。首先来一次好不好？把这三个相加，把 A 加 2B 加 2C， 把这三个相加除以几？ 3。 会大于等于，直接把这个三个相乘开几次？三次，把 A 乘 2B 乘 2C 就出来了。之后把它带进去好不好？ OK， 12除以3，4，大于等于开3次，把这里面相乘乘起来是几？4倍，啥？ A B C， 这样行不行？ OK， 之后把两边都拔几次？3次，这边几？64。 所以64大于等于多少？ 4倍的 A B C 移过去，所以 A 乘 B 乘 C 可以写成小于等于多少？ 16。 所以说告诉我这时候体积最大就是多少？ 16， 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体积，老师写一下啊，体积最大值对吧？哈，最大值会等于几？ 16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把这边看一下。OK。